哈喽大家好。哈喽大家好。现在说话有点累啊。是这样的，本来呢我昨天准备在那个房子里面装个 WiFi 的，后面呢不是没网嘛，我跑到楼下去蹭网，然后他正好给我发视频啊，看到我在那个巷子里面，他那里面很不安全，那里面经常呢会有枪声，还有一个吸毒的人比较多啊，他怕我在那里被人抢啊，或者是被警察给逮了，所以呢他跟他妈一起直接把我给接回来了，他说外面不安全。还有呢，白天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给我打，他问我在干嘛。 OK 了，我在家里。刚才他说累了，他想回去啊，他平常都在家里面待着的。他昨天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给我打，总之的话就是蛮关心我的。他是强行把我给接回来的，他跟他妈，不然的话他就会威胁我，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反正这菲律宾当地嘛，他要是想整我的话也很简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